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484页，484页。我们从第四行第二个字看起，啊，本愿第21愿，啊，名回顾得生。故知回过乃往生之关键，盖一切罪从忏悔灭也。我们要问，忏悔是不是真能灭罪？你要来问我，我会肯定地告诉你，确实能灭罪。为什么？罪心本空，它不是真的。啊，真心里面决定没有丝毫罪业，真心是尽善尽美。啊，这些是非善恶，根源在阿赖耶，所以转世成智啊，罪全没有了，啊，罪福都没有了。那么往生极乐世界，确实他就转世成智了。啊，又何况这个净宗主张的是待业往生，待业往生凡夫性啊，转世成智就不是凡夫了，化身大士啊，阿惟越智菩萨了啊，所以生到极乐世界就是的，人没话说的啊。转世成智在什么时候呢？在莲花里头，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都是莲花化身。那往生把这个身体丢掉了，放下了神识，坐在莲花里面。那莲花就合起来了啊，戒淫的时候花开的，你坐在莲花里面，花苞自然合起来了。佛带着这个花
到极乐世界，放在七宝池里面。在七宝池里面，开花的时间长短不一定，那是个人幸运持名的力量。幸运持名的力量强，这个花到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马上就开花，花开见佛。有些人时间很长，甚至于还有人带着半信半疑的心，他也往生了，所以生边地。边地在哪里？边地就在花里头，花老不开，不开着他见不到佛，听不到佛法，他的苦就是这一点。除这一点之外，他什么苦也没有，他真是入极乐世界了。苦在不能见佛，苦在不能闻法，这叫边地已尘。边地已尘就是莲花里头，花没开，一根拔掉了，花就开了。所以对这个法门不能怀疑，严重的怀疑也去不了，不能感应的，稍微的怀疑就会赶着这个麻烦。花开的时间延迟，不可能到那个地方花就开，这些我们要懂所以要真心，要切愿，其实恳切，非常恳切，想往生的这个念头换一句话说，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对极乐世界非常的盼望真正求着，巴不得早一天往生现在就去，强烈的愿望这是你决定的神仙土地保证所以忏悔重要，用什么忏悔法现在有人提倡用沾茶法来铲除业障，好不好？好。你问我学不学？这个东西我过去学过，时间不长，没超过半年，我就不学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比那个强多了。那个忏悔是零零碎碎的。念佛忏悔是彻底忏悔，把罪根都拔掉了，这个要知道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万德洪名你念他，他哪里有罪业？他没罪业，天天念他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所有罪业都灭干净了。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呢，无量寿经就白学了，那就太可惜了一定要相信。你看看海贤老和尚给我们现身说法他有没有持戒？有。怎么持法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圆满的戒律，圆满的三昧，圆满的般若。你还念什么？
啊，念这一尊佛，那一尊佛，念这个菩萨，那个菩萨，诸佛菩萨的名号都在一句阿弥陀佛名号之中，一个也没漏。念阿弥陀佛，全都念到了。念佛功德不可思议，你都要相信的。啊，你不信，不怪你。为什么呢？难信之法了。难信你能信的，这还了得？为什么你能会相信的？你有大福德，大善根，大因缘。这弥陀经讲得很清楚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，所以能信不怀疑是大善根大智慧啊！这种人千万中难得有一个 啊，所以你不相信呢，这是可以了明了的。那这个种善根福德是无量劫修成的，不是一生二生的，无量劫修成的。我们真的把这个经读通了，搞明白了，那这个经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帮我们断疑生信，啊，发恳切求生净土这个一念，这个功德无比殊胜，跟阿弥陀佛直接感应，那回过得生。二十一愿的题目啊，再看下面持者奉持，命中不服跟三恶道即生果报，是本愿的主旨，续世作恶有决定业，命中之后续于此界或于他方堕三恶道的定业，每个人都有啊！这一生能到人道是非常幸运。过去生中死的时候，最后一念是个善念，无界十善的善念啊，这个念头感得了人道，上品十善感生天道，啊，不是阿赖耶里头只有善的，恶的比善多啊。哎，这个善冒出来了，很幸运的，啊，到人道来了，啊，那么在人道这一生当中，认真去反省一下，造的是恶多还是善多，这个自己知道啊，啊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知道，起一个恶念。都是造恶业，那造业谁造？身口意这三业子造啊。身是有行动，啊，口是言语，意是念头。那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是不是与无界十善相应？相应善业。与他相悖，
就是我也。啊，起心动念都算进去了，不是说起心动念没事啊，不是啊，起心动念落在阿赖耶里头，就是业系种子，你说多么可怕！啊，年夜晚做梦，那个梦都是有种子，阿赖耶种子在梦中起现行，梦就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你的梦有美梦，有恶梦。啊，美梦是善，阿赖耶的善意。啊，恶梦是阿赖耶的恶业，种子现行。啊，想到这个地方就非常可怕。怎么办？念佛。不管什么念头，念头才起，阿弥陀佛，就把这个念头换过来了。这叫忏悔，这是真忏悔。啊，如果换不过来呢，那就随业流转，将来感得的果报。任何一个人，一生是生，千万劫来，必须知道，果报都是自作自受，没有人能够帮你改变。啊，自己要负100%的责任，不能够怨恨任何人。为什么？跟人都不相关嘛，全是自己造的嘛。啊，自己造当然要自己受。啊，我们非常幸运，在这一生当中能遇到佛法，能遇到净宗，能遇到这一步。无量寿经宝典呐，真正是稀有难逢啊！啊，这是无量寿经最完美的本子。下联句老居士在抗战期间完成。啊，我们老一代的许许多多的念佛人没有见过这个本子，啊，我们非常幸运。早年六行法师从山东到台湾带了几本，啊，到台湾之后他把这几本书送给李炳南老居士，我们有幸看到了。啊，老师一看这本书，特别是看到前面的序文，啊，序文是梅光系老居士写的，啊，梅老居士是他的老师。李炳南老居士的教，就是佛法，是跟梅大师学的。梅老跟夏老是师兄弟，老朋友，老同参，也是老同事。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李老师在台中翻印，印过两次。大概也就是2-3千本的样子，分量不多，所以看到的人很少。啊，
我们可以说有幸比较早一点时间得到啊，至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就更晚了。啊，他这部注解完成，那个时候我正在美国，啊，美国的同学将黄老居士在电话当中啊给我介绍，有这么一个人。我听了之后就想起这个名字啊很熟，李老师讲过，李老师知道啊，所以我有这么一个印象，我就问他是不是没关系的外甥，是不是下莲居老居士的学生啊，结果打电话说是的，我说那赶快请他来啊，这是我们敬重的善知识啊，在美国他住的时间短，一个月就回去了，我们也跟他见面，通了几次电话啊，那么没有过多久他回到北京，我特地到北京去看他啊，好像是84年啊，我记得没错了，84年啊，我们美国华府佛教会是83年成立的，啊，我82年到美国，83年的时候在纽约讲经，遇到他们这些同学，啊，我到华府佛教会去参观过，啊，他们请我做会长，啊，我是他们第一届的会长，啊，83年、84年邀请老居士到美国访问，住了一个月。这部书就是注解，刚刚完成，啊，他用油印印了100部，啊，他到美国去带了1部，把这部就送给我了。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我在电话当中问他有没有版权，他问我什么意思，我说没有版权我在台湾翻译，那有版权我尊重你。他说没有版权啊，还要我给他写篇序文啊，给封面题字我都照办了。所以我们第一版在台湾印精装本也完成啊，海外就流通。往后这几年我听说修改了很多遍啊，至少啊也有4-5遍修改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本子定本，这修改过的本子啊，最早印的我还留着有几本做纪念啊，所以看到他的这个本子少了，李炳南老居士没有看到啊，他老人家往生了
啊，他这个本子在海外，那个时候刚刚搞好带到海外，我是第一个看到的。啊，我们的缘很深呐、啊，政治政见呐、啊，啊，夏天去老子居士汇集的经文，字字是真经。佛说的，夏老就是没有换一个字，没有改一个字，啊，所以字字句句都是五种原译本的原文，啊，他就是重新编排，啊，没有改动，真经呢，不能怀疑。啊，经上所说的全是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。啊，如果对这个经还有怀疑，还有批评，那是造孽。啊，果报要自己承担。啊，那么这个经的经本，啊，经早年李炳老讲过一次，在台中法华寺，听众不多，啊，我估计不超过100人，以后就没有再讲了。啊，他讲的时候，把这部经的段落，今天我们讲科判，啊，勾出来了，啊，注解就是注在经本上，这个经本，老师也给我了，啊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。我跟老师多年，啊，他的想法看法我完全明了，他这点资料给我，我就看得懂啊。先后在美国跟台湾一共讲过10遍，那这是没有用黄念老的注解。讲过10遍，那后面几两三遍的时候，参考念老的注解。啊，85岁以后，我把《华严经》停了，专读这一部经，专讲这一部经。专弘这部经，啊，其他的全放下了。我们要明了啊，啊，我的性情也很倔强，不是真正搞清楚、搞明白，我不相信。啊，所以我学佛，真正相信佛，是方东美先生、张家大师给我奠定的基础。啊，对于净宗，早年禅云法师劝我，啊，李老师劝我。我感谢，但是没接受。啊，一直到我第二次讲《华严经》，
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发愿求生净土才成就的，我很惊讶。文殊普贤是我们从学佛起最佩服的两位大菩萨，那然后我再看善财五十三章，善财是文殊菩萨的得意门生的，他修什么法门？华严经讲过两遍都没发现，你就晓得大乘教多难啊！这么也特别留意去找答案，这个在翻经典啊，看法不一样了，真看到了。善财童子去参访吉祥云比丘，四十华严用吉祥云，八十华严用德云，是一个人。那善财童子去参访，他修波州三昧，为善财童子开示讲21种念佛法门，这21不是数字，密宗表法啊，显宗表法在华严是用十，十代表圆满啊，密宗啊16代表圆满，21代表圆满啊，所以叫21门就是大圆满。大圆满什么意思？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念佛法门，真不可思议。那再看最后第53禅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我们这才明了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彻头彻尾就是念佛三昧，专修净土啊！我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就重视净土了，认真学习了啊，到最后完全皈依净土了啊！完全皈依，完全是从华严经，华严是大本经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，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，原来这三部经是一体。那经文有广略不同啊，华严广说，弥陀经略说，里面的义理境界毫无差别。那最后呢，全经都归一句名号阿弥陀佛，所以阿弥陀佛是全部华严经代表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说的无量法门，就在一句名号里头。海贤老和尚92年专持这一句名号，
一切时、一切处，未曾丢失。他真的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。你要问我，他用多少时间？我估计是20年。20年呢，大概是最初的5年，不会超过5年。3年到5年，他真的功夫成片。啊，10年，真的事业心不乱。20年，啊，也就是40岁吧，真的理业心不乱。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罪业消尽了。啊，念这句佛号，就是念戒、念定、念慧，圆满的鉴定慧，怎么不消业障呢？无逆十恶业都能够消干净，啊，我们今天敢说这个话，是因为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，我们才敢说他做到了。真做的就是一句佛号，简简单单，一点也不啰嗦啊。他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听过人讲经，也没有读过一部经典。你问他的修持，他只讲知道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那就这一句佛号念到功夫成片。那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。那念到事业心不乱，等于证阿罗汉果；念到理业心不乱，就是法身大士，他做给我们看的。我们智慧、德能、福报都不如他了。看到他走这条路这么稳当，这么简单，我们非常羡慕。啊，他能开悟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我们之所以不能开悟的障碍，就是烦恼习气没放下。啊，我们知道烦恼习气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但是习惯成自然。啊，真想放，它就是放不干净，常常起着习现行，啊，来做障碍。要痛下决心，把它舍掉。啊，舍掉，障碍就没有了，顺利通关了。啊，决定生净土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文。以今世回顾，修道行善，诵经持戒，发菩提心，专念极乐，智心回向，求生净土。
这是我们先前要干的事情。那我们取最简单的，我们学海贤老和尚就一句名号行不行？行。为什么？他做出来给我们看了。他行，我相信，我也行，你也行，我们大家都行。问题就是你是不是真干？啊，他成功的秘诀，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就，那么我们跟他学，跟他一样干，干不成功，什么原因？我们不老实，我们不听话，我们没有真干。我们不如他的，就是这三桩事情。要勉励自己，天天看老和尚这张照片，啊，他20年从一个凡夫念到离一心不乱，离一心不乱往生极乐世界是十宝庄严土。啊，不必阿弥陀佛加持，他就是阿惟越智，又何况得佛力加持？啊，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要不彻底放下，那真的错了。老和尚平常口头禅，一句话劝人，无论什么人，见人都会告诉他：好好念佛，成佛是大事，其他都是假的。啊，念佛往生不退成佛，这真的。啊，不要让世间这些杂念、妄想干扰我们。啊，把我们的功夫破坏了。啊，所以妄想杂念通通放下，一句佛号念念相续就对了。啊，这就是海贤老和尚的真真弟子。啊，你能这么做，你就是他的好学生。将来往生极乐世界，他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欢迎你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。于是，成弥陀慈愿功德。啊，这其所业，这就是止住。啊，所业是我们自己过去生中所造的业。啊，无论是善业恶业，通通都不能有。有善业，将来往生三善道；有恶业，将来生三恶道。出不了六道轮回，所以善业恶业通通要放下，只有一句佛号决定生净土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不要说恶业我要放下，善业不错啊，要多修啊，错了，善业干的是三善道啊，善恶都不要。啊，那怎么修呢？就一句佛号就够了。
啊，行善，不把行善放在心上；断恶也不要把断恶放在心上。心上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句佛号，那就对了，完全对了。啊，这个树叶里头有善业，有恶业。啊，这就是放下的意思，就是制止的意思。啊，蒙佛戒言，不堕三途啊！三途就是三恶道啊！啊，今生极乐。啊，很快的，你就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故云无不随之。啊，这个随就是满愿的，啊，随指求生极乐之愿的满足，你能满愿的，你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可见所以深重之人，皆可不跟三途，不跟三，不再到三恶道了，待业往生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！我们确实是待业往生啊！弥陀悲愿至深，摄度之广啊，摄受众生，普度众生，超于十方。这个十方是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。弥陀的慈悲超过弥陀的理念，超过弥陀的方法，超过我们的认清楚啊，坚定信心，决定不为外境动摇，重要啊。最后这一段，当前海外佛教界与待业往生之旨颇有争议，那他写这段的时候，这段是以后加进去的，他到美国去看到了啊，美国那个时候，一般学佛的大德对待业往生有批评啊。那我在美国啊，确实有这些大德信徒很多啊，势力也不小。我们年轻啊，初到美国，不敢批评的。啊，得罪他的话，在美国行不通啊。啊，所以要恒顺众生。啊，当时周宣德老居士，他退休了，小孩子在美国读书，那时候毕业了，都工作了，他在那边养老。啊，我到美国，他在机场迎接我。那么从机场回到市区，在洛杉矶的地方，差不多要一个半小时。在车上就告诉我，我们也很熟了。啊，他跟李老师是老朋友，年龄大概跟李老师差不多。啊，很感叹地跟我说，他说净空法师，这现在有人说待业不能往生的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啊，真发愁啊。而且说这个话的人在美国地位很高啊，
抽中很多啊，密宗的上师啊，他没出家啊，我也听说这个人，没跟他见过面啊，连周玄德都动摇了啊。周玄德是台湾大专学生学佛，他是第一个带头人，他是台大教授啊，晨曦学社就在他手上组成的啊。他到台中去访问李老师，那一天正好我在做啊，告诉他，告诉李老师台大学生学佛的状况。好，老师听到非常欢喜，因为一般社会大众都认为佛教是迷信，就这样好了，大专学生都学佛了啊，那都是很聪明有智慧的人，那该不是迷信了啊。所以李老师听到很欢喜啊，送他走了以后，我就跟老师说，我说老师，这未必是一桩好事。老师瞪着眼睛看着我，怎么不是好事啊？我跟他说，万一学校里这些学生学佛，那个老师教他的把他教错了，教偏了，将来什么人能够把他们的知见修正过来？老师听了这个话很冷静下来啊，想了一会，大概五六分钟，告诉我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老师问我，我说我们现在门口挂的牌子是慈光佛教图书馆，我们图书馆可以办讲座啊，利用星期天，台中地区的能够走路到图书馆来的啊，我们每一个星期给他们上课啊，我们也有一批大专学生啊，将来那边大专学生学歪扭了，这边学生给纠正他，慈光大专讲座就这么来的啊。办这个慈光讲座，老师很用心，怎样排课程，找哪一个来讲啊，老师都找我商量啊，我提供他的建议啊，所以决定六门功课啊。第一个是介绍佛教的佛学十四讲，特别给大专学生编的，就是认识佛教啊，叫佛学概要。那么第二个是从佛经里面找出一部小经，八大人究竟啊，这都是八大人究竟八条，前面两条是小乘，后面六条是大乘，大小乘都有啊，非常好这课程。第三个解门两部经，一个是信宗的用般若心经，再一个是法相的，法相没有适当的本子，自己编一个唯识纲要
那编这个课程我参与了。啊，我提出了一些资料的时候，老师完全接受了。那么行门里面也修两门，行门里面呢，啊，这个两门呢是一个是普贤行愿品，大乘的，另外一个是阿弥陀经，正宗的。啊，老师主讲，14讲，啊，老师自己讲，还有他再担任这个。弥陀经，啊，弥陀经是男性之法，啊，他讲两门课，啊，另外的老师有徐宽臣，啊，徐老师他也是大学教授，啊，也是李老师的学生，啊，徐老师讲八大人教经，啊。周亚林居士，这我同学了，他负责讲《普贤行愿品》十大愿望道轨记录。啊，徐显明居士讲为师。啊，另外还有个刘老师。啊，课程六门课程这样分配。啊，慈光讲座这么办起来。啊，那么我是每一届的旁听生，啊，但是到第二届的时候呢，老师派给我一个任务，因为每天下午有2小时的问答，啊，那是暑假，啊，暑假是招台湾全省的学生，提供吃住。图书馆提供吃住，好像有100多学生，100零几个，啊，规模也很大，学习4个星期，啊，老师是每天下午有2个小时，让学生提问答。提问来解答。那第一天他来解答主持这个问题。第二天以后呢，他就叫我带他这门课。这门课不需要准备的，没得准备，不知道他问什么问题。啊，所以我就带老师。主持这门功课，反正我要答不出来的，就请老师来解答。那好在4个星期下来，还没有把我问倒。啊，确实里头也有一些很尖锐的问题。啊，我跟这些学生们结了缘。这就是以后我在海外弘法的基础。如果没有这个，谁请我们出去讲经？啊，不可能吧？啊，以后道安法师在台北办那个大专佛学讲座，请我做总主讲，我在那里教了3年半。啊，所以我当时认识台湾这些大专学生，差不多2、3千人。啊，我们都处得很熟。啊，他们毕业了，到国外去了，有不少还继续学佛。那么我一出国，马上就联络上，所以才能到海外过出去。巡回讲经才有缘分呐！啊，这缘分是偶然一句话了引起来的。
所以当时在美国对净宗批判，不承认待业往生，认为一定要孝业。周宣德老居士提出的话，表情很沮丧。我们坐在车上，从机场回到市区，坐在车上，他问我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跟他开玩笑，我说不能待业，不去就算了吧。他说你怎么说这个话呢？我说不待业，你知道极乐世界是什么样子？这什么样子啊？我说极乐世界只有阿弥陀佛孤家寡人一个啊，去干什么？这为什么？我说你想想，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他是不是待业？这他明白了。说不待业的话，他说那就是佛一个人不待业，等觉以下通通待业，只是待的多少不一样。怎么不待业？观音师至都待毕业。他完全明白了，笑起来。我说不要受那个影响，好好念佛，决定的生净土。要真不待业，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孤家寡人一个。只有他不待业，诸佛如来不待业。等觉以下的通通待业。我把他这个忧虑啊，怀疑啊，把他断掉了，高兴了。我说我们相信经啊，经上说的，佛的四义法了，一法不一人呐，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啊，这个要明了，明了啊！怎么可以随便听人几句话，就被人吓到了？那个说这些话人，他对于净宗没搞清楚啊！但是我跟他说，我们也不能破坏他，也不能给他辨别。那怎么应付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点头，他说得很好。这个业越消得多，品位就越高嘛。我们用这个话来回应。要不要消？可以，好消也好啊。业越消得多，品位越高啊。不给他冲突。不要给他了，来，不批评他们。和睦共处，互相赞叹。他不赞叹我们，我们回应是赞叹。所以在这个世界，嫉妒障碍自古以来就很严重。言语不小心会惹出很多麻烦。给自己造成很多障碍，一定要小心谨慎，要用智慧来应付，不能用感情。尤其像这种非常尖锐的问题，一不小心惹大麻烦。所以要谦虚，这个教外啊，对待业往生有怀疑的，我是正好碰上了，一定要用善巧方便把它化解。所以坚居本净。现在我们根据这部经，这指待业往生之数，十句佛愿，就是第21愿的
回顾得胜啊。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，这个业就是指的我业。恶业善业最好都不要带，往生的品位高啊，恶业不带，忏悔忏除了，善业还有，那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但是有人天两道啊，你生同居土，你不能生方便土，你不能生十宝图，海贤老和尚生十宝图，海清老和尚最低限度他也生方便图，他决定不是在同居图。我们不能不搞清楚，不能不搞明白。啊，所以忏除业障用什么方法？一句阿弥陀佛。我们学海贤老和尚，海贤老和尚都是一句佛号，还有他的母亲，那贤公的母亲86岁往生，自在走的啊，都是一句佛号。他们都没有听过经，都没有念过经，那所贫瘠的就是老实听话正干。那师父叫他怎么做，他就能够守一辈子。这就是成功的秘诀。下面我们看24章的第13章，啊，48愿的第22愿，过五女人愿，啊，请看经文。我作佛时，过无妇女。啊，经文就8个字。啊，念老的注解，又章。啊，这又章啊是第13章。前面跟诸位说过，汇集这篇经的时候，夏莲老邀请他的师父慧明老法师，还有梅光禧居士，是3个人共同用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一篇经，非常小心谨慎，因为这篇经是全经的精华，啊，是全经的中心，啊，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，世尊为我们重述，啊，所说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原话，啊，所以非常谨慎。那么这一章里面有3页，就是22、23、24。啊，那么这是第1愿。啊，22，过无女人愿，见无疑，无种缘一本里的无疑的这个本子，啊，说明汇集的来处，没有改动经文。啊，若有女人
命中即化男子，来生卧蚕。啊，那么这个是第二十三愿，厌女转男愿。啊，我们的科判在底下一段，又称女人往生愿。第二十四呢，是莲花化身愿。这也是无语的。我们看第二十二，过无妇女愿，无一愿，令我过重，无有妇女。汉译呢，愿成就文种，啊，愿成就文种，女人往生者，在化身皆作男子。又曰。其国中习诸菩萨阿罗汉无有妇女，这一句好，极乐世界完全都是菩萨阿罗汉，没有妇女啊。后面又引用唐道宣律师啊，他引荐说，十方世界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今极乐无三恶道，亦无妇女，纯是三十二种大丈夫相。盖男女之间一生情爱，便是退远，是以极乐同居胜于娑婆。啊，这是凡身同居土地才有，啊，方便土地就没有了，全是阿罗汉。啊，这一愿好啊！阿弥陀佛把我们烦恼最严重的烦恼啊根断掉了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。自古至今，人类的繁衍靠男女啊，靠生育啊，啊，现在上地球上人口这么多人，想一想抗战时候。60年前，那或者再往前推10年，抗战期间，70年前，抗战期间，中国多少人？4万5千万人。那我们在学校念书唱过，这4万5千万同胞，啊，现在多少？翻一倍都不止了，好像2倍了。啊，3、4、1、12啊，12亿不止12亿，我听说差不多有14亿人呢。加了2倍耶，人口爆炸了。地球上资源有限，这样耗费下去，地球的资源会耗费干净的，人怎么生存？那是人口的问题，资源的问题，粮食的问题，啊，都爆发了。啊，那么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人口的增加不靠生育，啊，他没有女人，他是怎么增加的？是移民增加的，十方诸佛刹土的人移民到极乐世界，啊，每天增加多少呢？说不清的，不可思议，
每一天增加，啊，24小时不中断，啊，时时刻刻，十方世界都有很多很多念佛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所以阿弥陀佛，啊，他用化身，啊，阿弥陀佛接引呢，他发的愿呢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弥陀都要化一尊化身去接引他。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呢，接引一切新往生的人，从来没有间断，分分秒秒化无量无边身接引。真身，真身在讲堂里头如如没动，给大家讲经说法。这是阿弥陀佛的真相啊，实相啊。啊，那么每一个往生的人，所以我们听的时候怎么能不去？啊，每一个往生的人，生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讲堂里面就有你的座位，莲花上有名字，座位上也有名字。啊，你进入讲堂啊，啊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的智慧、神通、道理跟阿弥陀佛差不多，你身相都一样。阿弥陀佛化无量无边身，每一个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样，也化无量无边身。去干什么？佛是接引众生。那每一个往生的人呢，化无量无边身呢，是到十方世界去拜佛，十方诸佛刹土里面去供养佛、拜佛、去闻法。那真身呢，本身呢，在讲堂也没动，这多殊胜。我们今天见一尊佛好难，见一个善知识都不容易。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去见十方一切如来是太容易了啊！你随时可以见到。啊，供养修福，听经修慧，福慧双修啊，没有丝毫障碍啊。这个地方要不要去？啊，想到我们在此地学佛多难，现在善知识真的一个一个凋零的，后面没有机器的人才，怎么办？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是遍法界、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第一道场，无比殊胜。啊，到这个道场去，你真的才叫满愿了。啊，你可以同时佛慧双修，而且呢，念念都是圆满，不是修小福报，不是修小智慧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必成正觉。第12愿。啊，必成正觉，必定成佛。真能不去吗？要去怎么样？放下，什么都得放下。不放下不行啊，放下就是啊。
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西方净土。那我们在这里看到了，听到了，那就应该毫无怀疑，一心愿生净土。那生净土圆满获得智慧，不为自己，为谁？为普度十方三世一切刹土里面苦难众生啊，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我们跟阿弥陀佛同心同德，跟释迦牟尼佛同心同德，要这样看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忧虑啊，全心全意去做，一定成功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跟佛有感应。佛会帮助我们，佛给我们安排的道路啊，不要为自己着想，这个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啊，一定听佛安排，自自然然就是听佛安排啊，无论境缘是善还是恶，通通都是提醒我们自己的境界，提升自己，提升佛慧也。啊，逆境没有怨恨，啊，顺境善缘没有留念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断贪嗔痴慢疑，从境界上断了。啊，顺境断贪心了，断傲慢了。啊，逆境里头断嗔恚，断愚痴。啊，境界上断是真断，就是把佛法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那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。啊，生活能过得去就快乐，啊，衣穿得暖就行了，食吃得饱就可以了。没有好坏之分啊，居住有个小房屋可以遮蔽风雨，多快乐多自在啊，每一天的充实是佛慧增长啊，烦恼业障自然化解了，没有了，你多快乐多自在啊，有缘全心全力帮助苦难众生啊，我们去引导他，是用教学引导，是用伦理，用道德，用因果，用古圣先贤的教诲去引导啊，引导自己
也引导别人。啊，道贤律师引经，引的是哪一部经？念老没有给我们指出。啊，但是这句话非常有道理。十方世界，有女人处，即有地狱。啊，男女关系里面，地狱的业因非常复杂，不小心就堕落了。啊，极乐世界好，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，极乐世界也没有妇女，妇女往生都转成男生。啊，我们这个世界，男的变成女的，女的变成男的，太多了。啊，附体，外国催眠的都给我们证明了，啊，某人他前生是女人，这一生是男人，啊，某人前世是男人，这一生是女人，语言不一样嘛，念头不一样嘛，那为什么他会换身体呢？那就是爱情爱嘛，男的爱女人，那个爱女人那个念头就变成女人，来生变成女人。啊，女人爱男人，她就会变成男人。啊，不是生生世世做女人，生生不是啊，都是你临终的那一念的。啊，所以情执，啊，主宰。你是得男生是得女生啊，极乐世界好，没有情执啊，他也不是胎生啊，他不生不灭，通通是外头移民去的啊，极乐世界的本土没有生育，平等世界所以这是极乐世界比我们娑婆世界殊胜啊，跟娑婆世界相似的差不多的也不少啊，在虚空法界也很多啊。那么这是推演，所以是极乐同居圣域娑婆啊，就凭这一点就超生太多了。我们再看下面第23愿，厌女转男愿，这是假设也是事实。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啊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佛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我刹土。其实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全都是男生。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往生极乐世界，莲花化身。啊，女人坐上莲花了，她自然就变了。啊，她自然变成男生。啊，所以到极乐世界，花开见佛，那个身相跟阿弥陀佛一个模子住下来。啊，平等。
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阿弥陀佛慈悲的基础。不平等，身相不平等，会引起烦恼。啊，相貌好的，骄慢、骄傲；相貌差的，有自卑感，这就是烦恼啊！啊，这种情形，古今中外，到处都是。不但我们这个地球，十方世界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，也统统都有啊！啊，都有这种烦恼。这不是个好事情，所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，人的相貌完全相同，啊，体质也完全相同，啊，身体不是血肉之躯，啊，身体自母真金色身，啊，相好。通通具足84000相，每一个相也具足了84000随性好，每一个好都放光明啊，放84000光明，光明当中有一切诸佛如来菩萨在那个地方讲经教学，也就是十方世界通通应现其中，你都看见了。一个身就是宇宙啊，比我们概念当中大得多啊。我们讲的宇宙是非常有限的时空，极乐世界是没有限量的。我们这个地方是法相土、法相身，啊，阿赖耶的境界相、物质现象，阿赖耶的转向、起心动念，阿赖耶的业相，我们讲的自然现象。极乐世界没有，到那边转舍成智，花开见佛就转舍成智啊，所以他得的相貌是平等的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啊，不是没有这个稀有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他平等。那意念平等了，通通都是念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第二念，阿弥陀佛就是自信啊，是自信的德号，不可思议啊，神通智慧道理相好，就是我们讲的福报，个个都跟阿弥陀佛平等。阿弥陀佛有的，往生的人全有，没有一样欠缺。我们还留恋这个世界干什么？这个世界是假的，留恋是妄想。一场空，你什么都带不去。为什么不放下万缘？佛教好啊，叫我们彻底放下，无烦恼啊。无烦恼就开智慧呀。为什么没有智慧？你没放下。
海贤老和尚一生没念过书，一生不认识一个字。啊，他有智慧，他什么都知道。智慧从哪里？放下来，放下自信本有的智慧就显现了，不是从外来的。这个我们要相信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讲经说法49年，为我们讲了这么多的经论。你看看大藏经，啊，大藏经，古时候交通非常不方便，路程这么远，啊，都是用骡马驮的经背到中国来，所以中国的高僧大德、印度的大德都在经典精挑细选，啊，把我们所需要的都带来了，还有很多很多带不了的，现在都失传了，没有了。这我们大藏经不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讲的全部啊，局部啊，他讲了多少？这个智慧从哪来？他从哪里学来的？没有老师，没有老师怎么会讲出这种见性、明心见性？啊，老师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学生也从自信流出来的，所流出来对一对完全一样，一丝毫差别都没有。为什么？自信是同一个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，我们对于经教才不怀疑，啊，才真正能接受，能接受将来自己会开悟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你能把这一本无量寿经科注念上1000遍，你就开悟了。啊，为什么？1000遍认真去念，念的时候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用清净心、平等心去念。那1000遍念下来，清净心得到了，平等心得到了，就开悟了。那你的智慧、福德就跟佛平等了。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大乘8个宗派，在中国小乘2个宗派，祖师大德们随顺众生的根性，啊，根性不一样，所以用的法门不相同，目的是一个，什么目的？开悟，都是引导你开悟，开悟你。自信般若智慧显现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你才真正有能力度众生的。啊，根属众生，这是最可贵的。什么叫根属？相信净土就是根属。海贤老和尚一个字不认识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没有听过一次讲演，他是根属了的。他的师父看出来了，这是个根属众生。根属众生只要有缘，啊，他应去做了，只要有缘
他就会结果。啊，缘是什么呢？给他一个缘，最殊胜的缘，阿弥陀佛。一直念下去，他很乖，一句弥陀念了92年，真成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成佛了。你看因缘果啊，大善根、大福报，才遇到真的好老师，老师识货啊，老师认识人呐、啊。哎，一看这个人根性好啊，他会成就啊，啊，要帮助他了啊，一句佛号实行。把妄想念掉了，把杂念念掉了，把过去烦恼念掉了，把现在造的业念掉了，全念掉了，心里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下一句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的智慧现前了，阿弥陀佛的道行现前了，啊，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方法也现前了。他跟阿弥陀佛不二了。啊，所以我劝人，老和尚光碟一天念三遍，重要，你要老实念。把你的烦恼习气念掉，你就跟老和尚一样开悟了。啊，还带着烦恼习气，不行啊！那哪一年你才能开悟啊？啊，我们看第23愿。看经文啊，我们重新念一遍。若有女人闻我名字，得清净心，发菩提心，厌患女身，愿生我国，命中即化男子，来生我刹。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23，厌女转男愿。善导大师于观念法门设此愿云：这个善导大师所说的，都在下牢晚年最后所编的进修捷要里头啊，进修捷要这个小册子啊，黄念老在晚年也是最后把它细讲一遍，叫报恩谈啊，进修捷要报恩谈。现在我们把它整出文字，也做成有声书啊，就是依照这文字念一遍啊，这个光碟跟这本书都出来了啊，我们要大量的翻印，对经中同学有非常大的帮助啊，最简单最扼要的修行方法啊，都保证你一生往生净土。我们看观念法门里面的解释说，乃有弥陀本愿力故啊，这不是自己的功夫，不是自己的能力，
是阿弥陀佛愿力加持。啊，女人称佛名号，正命宗师，即转女身，得成男子。弥陀接受菩萨佛身，坐宝莲寺宝莲上，随佛往生。阿弥陀佛接引你的时候，垂手把你提起来，放在莲花上。这个时候，你已经转成男身了。啊，要什么时候转的？坐上莲花就是男生，那还没有上莲花是女生，上了莲花就是男生了。那这是经文啊，我们要相信啊。又，这还是善导大师讲的啊，一切女人。若不因弥陀名愿力者，千劫万劫恒河沙等劫，终不可得转女身。啊，这说明说，女身转男身靠自力不容易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习气。啊，六道众生没有别的，啊，一般人所说的命运，命运就是习气，习气就是命运。那原因是坚固的支柱，叫情志。啊，坚固的支柱，不肯放下。啊，念念不忘啊！学佛了，知道这是假的，还是放不下。啊，什么原因？情执、习气太深了，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下面我们再往下看，如释迦因地啊，释迦牟尼佛，这举个例子来说啊，他在因地，也就是他做六道凡夫的时候，行菩萨道，菩萨道是六度啊，修这个六度修多久呢？即一大阿僧祇劫，勤修建立女身，这都不容易啊。为什么要这么长的时间？这就证明阿赖耶里面的业系种子那个力量多么强大啊！你很想转就是转不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是真实修行功夫啊，在这个男女场合当中，无论是什么场合，要能把这个情看淡，越淡越好。对自己往生有把握，最难断的是情执啊！
真正修行的人，就是用这一句佛号，念头才起来。第一念，第二念呢，阿弥陀佛，这就断了。佛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其贪心，阿弥陀佛；其嗔恚心，也阿弥陀佛；其愚痴心，阿弥陀佛。他这一起心，不管这个心是善还是恶，通通用一句阿弥陀佛取而代之，不可以有第二个念头，就是一句佛号，你就决定成佛。这是真佛弟子、弥陀弟子。我们常常想到我是弥陀弟子，那就什么都不能放在心上。弥陀弟子心里只放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千万要记住，修行就在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之处，这叫真修啊！根尘相离的时候，那修什么？是在根尘相接触的时候，真修行啊，真放下。心里头真有阿弥陀佛，然后你就晓得真放下难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是真放下，太难太难了。净宗法门方便，心中有阿弥陀佛，其他放下还有一个，这就好办多了，差太远了。那我们到什么时候？到了极乐世界，再把阿弥陀佛放下，圆满的消归自性。我们现在讲回归自性自性里头也发不离，连阿弥陀佛也没有。才是圆满的真正的阿弥陀佛，无量觉回归到无量觉没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心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学海鲜老和尚不怪完，我们就能成就一生就能真的圆满。那么这个一段我们念下去就可以了。惊喜闻佛名号，得清净心。这底下挂佛给我们解释，清净者，离我行之过失，无烦恼之垢染，无垢无疑之信心，名清净心。清净心里面生出的信心，由于净心发菩提心，愿离女生愿生极乐，信生愿切，彼其念佛之圣贤，蒙佛本愿加为，就是第二十三愿加持你。于命中时，即转女成男，往生极乐，是为厌女转男愿。今天
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